主料：鸡架500克，番茄150克，胡萝卜80克，花椰菜80克，黄豆芽60克，莴苣80克，南瓜150克，水果玉米200克，豌豆苗60克，牛肝菌50克，鸡腿瓜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水1500毫升，香芹末、香菜末、鸡精、辣豆豉酱、葱、姜、橄榄油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热锅热炉煸炒鸡架，加入老姜片，将鸡架炒变白色，加入大锅冷水，大火熬开后转中小火炖熟40分钟。汤里加入姜、葱，加入适量盐调味，将素菜洗净切好装盘。微辣蘸料制作：香菜末、芹菜末里加入盐、鸡精、辣豆豉酱、橄榄油，再加一汤勺高汤调和。烹饪技巧：高汤里加适量的盐，太咸了影响汤的鲜美，蘸料依据自己口味加减佐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